那我麻烦你，是您的发票，谢谢，发票不用了。你不觉得这张发票可能会中奖吗？没关系，我没有偏财运，而且没有时间对发票啊。因为你没有申请手机条码，它可以整合你的消费记录并自动兑奖哦。可是我已经有了悠游卡、信用卡一堆卡了耶。这些卡都可以设定归户，你的亲友也可以共用同一个条码哦。这个就是我们全家共用的条码。那爱心捐发票怎么办？你可以选定爱心码，将发票捐给公益团体，水电等公用事业收据也可以兑奖，更增加无实体电子发票专属奖项，10个100万、8000个2000元的中奖机会。你看，我中奖了，奖金还自动转到我的账户里面耶！哇，这条码简直是发票存折嘛！聪明，赶快去申请吧。早就申请了，我可是跑新闻的呢。